台湾同人文化在1990年代逐渐兴起，发展至今已逾30年，早期深受日本影响，近年则走出自己的特色。同人活动也从过去零星举办，到现在每年上百场，遍及全台，衍生商机上亿。开拓动漫季 Fancy Frontier 简称 FF， 以开拓动漫季筹备委员会名义与台湾动漫推广协会合作主办的活动，为期两天的动漫季让花博这周末人潮满满。我几乎每一届都有来，就是来台湾之后每一届都有来，然后这一次应该算是我体验过最闷、最热、最黏的一次 FF。 然后我觉得今天气氛其实不错，比如我本来还担心就是可能疫情会不会让大家不太敢来，但是我看到人都蛮多，不论场内或场外都是人，现场还有许多 coser 摆出 pose， 吸引不少漫迷拍照，大家开心合影。公民记者蔡念成，台北市中山区采访报道。